经常做这种怪梦。梦，不，不对，应该说是梦里的梦。有时候甚至在梦中也会害怕，怕我在第一个梦醒来之后，就会把我在第二个梦里面醒过来。还有一次，我梦到自己在一个游泳池里面的游泳池游泳，越游水就越深，我游啊游，怎么样都挣扎的游不出来。我游不出来，因为我在潜水。潜水的时候会有一种幻觉，以为游泳池的底部是水面，而水面看起来就像游泳池的底部。我想是光折射的原因，把水池底的景象反射在池水表面，会让人产生这种颠倒的错觉。我就朝着水面游去，我是说水底，因为我已经把水面当成了水池底，于是就向反方向游，那就是幻觉中的水面。我游啊游啊游啊游，一直快游到游泳池的底部，才发觉完了，因为我已经不够气游回水面了。我一时慌张，就张开嘴巴叫救命，海水就猛地这样涌进来，是海水，原来游泳池外面的游泳池是海水的，我就再次叫救命，还没叫出声音，水就进来了。我越叫，水就越喝得多。我抓住文慧的衣服，用全部的力量大叫一声，我终于醒过来了。